国产一望木的底石，我们要配研磨粉或者三合白打浆石去使用。这是一块挡刀板，我们要配着万木的喷子去使用。最后我们再用我们的牛皮挡刀皮去荡刀，效果非常好。我们家定制的碳钢去面刀，去面舒适度非常好。这是一把不锈钢刀，锋利度非常好。这就是我们家用的磨刀工具和我们家的刀。